我是干啥？我上那，我找齐镇长啊，怎么的？不是你认识他呀？那什么，我他大姨子跟我说过话呀。你这不开玩笑呢吗？啊，你认识齐镇长他大姨子，这大院你就随便进。你要认识主持人大长脸，电视台你还随便进呗？那你看你这，你这抬杠呢呢？你去把车摆那边，摆好。那个我问一下，那个我把车子摆好就能看着齐镇长啊？那是人家领导的事儿，我说了算呐。那你激动啥呀？人那么激动，有病啊！你说你这人。你干啥玩意儿呢？你不找齐镇长去了吗？你看你刚才你不让我上找齐镇长把车摆呢吗？我往我屋没带锁吗？我现在你帮我看一下子。不是你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你是谁呀、啊、还让我给你看个专车？那你不是看自行车的吗？我是门卫，我是给你看车的啊。再者说了，我都跟你说八遍了，齐镇长这么晚了他不能来了，不能来了。你说你可得好，这推老自行车搁这大院搜搜的，你说你逛我一天了，人家都下班了，你说我还得锁大门，我还得看着你，我还怕你拿点东西啥的。你看你说说实话，你这不我告诉你我还不惜来呢。我说你来呢，这不刘能给我逼来的吗？这不不是刘能是谁呀？刘能我亲家呗。刘能你别跟我说废话，什么流能流血的，赶紧给我出去，出去！我告诉你啊，你是说话稍微能不能留一点点分寸？我告诉你啊，就刚才你说这句话，让刘能听住了，一脚就给你定位，你信不信？是你给谁定位呢？你吓唬我呢？我在这大院待了半辈子了，还没有一个人敢动我呢。来，你动动我看看，来，你动动我。话也别那么说，站起来都30多高，打起来你还不一定好使吧？我和你不一样，嗯，我40多高。别吹了，顶多一边高呗。不是你拿我跟你比呢？怎么的？你说瞅你长那死样子。那嘴还一来一抽一抽的，你那是胎带的呢还是搁这气谁呢？不是你们地震了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也是在你们大院，这要打你家当院，你说完这句话我都撂倒你4回了，你信吗？那你长得好啊，小眼珠一瞪像京巴似的。不是你说谁像京巴？我小名叫腊肠。别听你说话，赶紧给我出去！出！快走，走，出，走着走吧！哎呀，你干啥？你搁这打人是不是？你搁这打人是不是？你搁这撞人是不是？哎，这小子打人，这小子打人，这小子打人！这搁当院都晃一天了，怎么的你？老袁，你想咋的？老袁，你动动我来！你听，老袁，你听我说。我因为咱们闹笑，你犯不着找这么多人闹笑。我你想咋的？你说你想咋的？你说你想怎么的？来，你动动我看看，来，你动动我，来，你动动我来。闹不着笑能怎么的？师傅，你来是我来。不是，赵老师啊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啊，这是某晚辈的事啊。来，赵四，你过来。过来，上啊，师傅，过来，演完了，你过来呀！啊。